Hello, I'm Grace. Nice to meet you. In the following videos, I will explain to you all the contents of HSK Level 2, including initials, finals, tones, Chinese characters, and grammar. Okay, let's begin the lesson 9. 题太多，我没做完。Text 1. 你好，请问张欢在吗？你好，请问张欢在吗？你打错了，我们这儿没有叫张欢的。你打错了，我们这儿没有叫张欢的。对不起，对不起。New words. 错，错。Text 2. 您从几岁开始学习跳舞？您从几岁开始学习跳舞？我第一次跳舞是在七岁的时候。我第一次跳舞是在七岁的时候。我女儿今年也七岁了。我希望她能跟您学跳舞，可以吗？我女儿今年也七岁了，我希望她能跟您学跳舞，可以吗？没问题，非常欢迎。没问题，非常欢迎。New words. 从，从。跳舞，跳舞。第一，第一。希望，希望。问题，问题。欢迎，欢迎。Text 3. 你知道吗？大卫找到工作了。你知道吗？大卫找到工作了。太好了，他从什么时候开始上班？太好了，他从什么时候开始上班？从下个星期一开始，从下个星期一开始。这是他的第一个工作，希望他能喜欢。这是他的第一个工作，希望他能喜欢。New words. 上班，上班。Text 4. 昨天的考试怎么样？昨天的考试怎么样？你都听懂了吗？你都听懂了吗？听懂了，听懂了。你都
做完了没有？你都做完了没有？题太多，我没做完。题太多，我没做完。New words， 懂，懂，完，完，题，题。The first Chinese grammar， 结果补语。一些动词或形容词可以放在动词后边，补充说明动作的结果，它们叫做结果补语。For example, the first sentence， 我看见你的女朋友了。我看见你的女朋友了。The second one，我听懂今天的汉语课了。我听懂今天的汉语课了。The third one， 我做好饭了。我做好饭了。The last one， 大卫找到工作了。大卫找到工作了。在结果补语前加没有表示否定，句尾不能用了。For example, the first one， 我没有看见你的女朋友。我没有看见你的女朋友。The second one， 我没听懂他说的话。我没听懂他说的话。The third one， 我没做完考试题。我没做完考试题。表示疑问时常在句尾加上了没有。For example, the first one， 你看见我的女朋友了没有？你看见我的女朋友了没有？ The second one， 你听懂他说的话没有？你听懂他说的话没有？ The third one， 你都做完考试题了没有？你都做完考试题了没有？ Grammar 2， 介词从。介词从引出一段时间、一段路程、一件事情的经过或者一个序列的起点，后面常跟到一起搭配使用。For example, the first sentence， 从北京到上海要坐几个小时的飞机？从北京到上海要坐几个小时的飞机？ The second one， 从老人到孩子都喜欢吃苹果。从老人到孩子都喜欢吃苹果。 The third one， 从下个星期一开始上班。从下个星期一开始上班。Grammar 3， 地
表示顺序。D 常被放在数量短语的前边，表示顺序。For example, the first one. 第一本书。第一本书。The second one. 第二个工作。第二个工作。The last one. 第一次跳舞。第一次跳舞。Okay, practice time. Describe the pictures using the newly learned language points and words. You can post the video and write down your answers. Okay, let's have a look at the correct answers. The first sentence. 衣服你洗了没有？衣服你洗了没有？ The second sentence. 作业太多了，我还没做完。作业太多了，我还没做完。 The third sentence. 从八点到十二点他们都在工作。从八点到十二点他们都在工作。The first sentence. 我第一次来北京。我第一次来北京。Chinese pronunciation.是非疑问句的句调，谓语部分重读，全句末为声调。For example, the first sentence. 你明天去学校吗？你明天去学校吗？你明天去学校吗？ The second one.他们都知道这件事吗？他们都知道这件事吗？他们都知道这件事吗？ The third one. 你都听懂了吗？你都听懂了吗？你都听懂了吗？ Chinese radicals. The first one. 提土旁。提土旁多与泥土、土地、建筑物有关。Example characters. 快。快。地。D, the second one, 四点底，四点底，多与火及用火有关系。Example characters, 热，热，黑，黑。Okay, that's all. Hope you enjoy my videos. See you next time. Hi.如果喜欢我的视频就给我点赞吧，期待你订阅我的频道，记得打开小铃铛提醒哦，我会经常更新的。